Hello，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曹。今天呢，我们来玩这一款今天才刚发售的暌违应该不是暌违，应该是相隔13年，终于又再度打掉重置的一款游戏《旺达与巨像》。这款游戏呢，老头在国中还是国小的时候呢，就玩过 PS2 的版本了然后呢，个人觉得它的游戏风格非常的特别。那先不说它的游戏风格，我们先讲好，它是石人巨婴之前的作品啊，是石人巨婴之前的作品哦。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呢，到后面玩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的游戏玩法，应该不是玩法，它的游戏样貌其实跟汪达不是跟石人巨婴其实有点像，因为他们是同个算是工作室做出来的。那这个游戏的内容大概就是一位少女失去了灵魂，然后呢，这位一男主角是一位少年他们两个人关系是不是情侣我忘记了。总而言之呢，他抱着这个失去灵魂的少女呢，要去前往这个神殿，打倒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巨像，获得灵魂，才有办法救赎这个女孩子。那这个剧情其实还蛮老套的，不过呢，个人觉得。反正就一定要有剧情铺陈嘛。那游戏画面呢？如游戏画面 PS 是有经过重置过，所以说画面会非常的棒。那这游戏的魅力到底如何呢？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让你知道这游戏到底魅力所在是如何，好不好？因为由于这游戏一开场直接进入动画，我想把动画带给大家，所以说呢，我们呢就在这边暂停，好不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当年我跟你一人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了某种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夺取少女的灵魂。老头又开始好小了。这是我们的男主角，是叫阿古罗吗？好像是，我有点忘记了。画面重置之后变得非常的 beautiful。画面变得非常的细致感觉还蛮赞的。然后你会看到这位少年呢，他前面呢有一位这什么来着这个被包覆着女孩子这就是失去灵魂的少女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呢，好好的拯救她然后呢，这位少年可能是听到了某种偏方，说去某个神殿打倒数只巨像之后可以拯救少女，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就来看看吧这动画做得非常的棒老头记得在13年13年前暴露我的年龄了老头呢，在13年前的时候玩这款游戏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我觉得说哇塞，画面也太棒了吧，如今一山还有一山高，这个画面更棒了PS4 嘛，你能不棒不行如今它出重置了，我真的是有点就是心痒痒兴奋，因为它是 PS 独占的，那个 PlayStation 独占的游戏，一直都没有别的平台可以玩得到所以说这只有我们这种 Sony PlayStation 爱好者才会知道这个游戏的经典。但是呢，这个游戏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是不会有任何敌人存在的，所以说过程其实还蛮无聊的，就是拿了一把剑在寻找巨像这样子。真正的有趣的过程是在打巨像，其他的都是在逛街看风景。这游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玩，我记得我好像全部破完了，我记得我全部破完。结局听说蛮悲惨的吧，应该是忘了。不过这个画面我还记得，超长的桥，超级美，美到一个不行，对吧？前面就是我们需要到的神殿，哇 ，so beautiful， 超棒的。而且它这个是不是模组重建哦？这个工作团队是把整个系统全部打掉哦，重新建模哦，所以说其实这个还算耗资蛮大的吧。就好比说你现在有一只手机，你那只手机呢并没有重新包膜，
你而且是重，而是重新打掉、重新上壳的那种感觉。然后会不会添加新的巨像，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老头以前打巨像的时候，好像只有10只吧，还是13只，哎，我忘记了。啊，王大禹巨像，yes，太棒了！什么？一开场，什么？New Game 设定画廊，原来这边还有 New Game 可以使用哦。来来来，New Game，啊，我们玩个普通就好了。咱们来个普通啊！老鹰出现啦！哇，开头就花了5分钟，快6分钟。太扯了！Colo Colo Colo！啊，我们终于带着女孩子来了，开房间。哎呦，真不知道这个男主角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啊？为了拯救心爱少女吗？好，现在我应该可以操控了吧？哎，不行，我还不能操控。我可以动我的香菇头看视角而已。哇哦，真的超细致的哎，不是我要讲，真的超细致的。Oh my god，太屌太屌了，跟我以前 PS2 天壤之别啊！这个游戏战斗画面只有打巨像啊，先跟各位讲了，再次声明啊，过程会非常的无聊，哈哈哈。老头应该会剪掉吧，大致上会剪的、啊，好吧？打巨像一定不剪，不要，我要把巨像给剪掉，不让你们看啊！那我要看什么？观众表示，我要看什么东西？看马在走路就好了，好不好？我到底可不可以动了啊？哇，我想看一下少女长什么样子啊、哦！太可惜了，来了。神殿的中央，哦，我印象还记得中间这个天井有神在讲话，God 的恭维啊，这就是所有的巨像啊，一二三四五六，总共几只啊？哦呦，吓死我了！它每一排都会有巨像，我还记得，这我还记得。失去灵魂的少女哦，我看到脸了，让我看一下脸哦，嫁给我吧！随 便看到脸就马上说嫁给我，好肤浅啊！老头真是个肤浅的男人，啊，老头是肤浅的男人，抱歉，还是乖乖打电动好了。哇，这个剧情我知道，接下来剧情 SOP 流程。哦呦，哦，原来你里面有穿哦，可恶，气死我了，害我兴奋了一下。哇，那个男主角重置的也蛮屌的嘛，这个画质可以，赞。哦，第一只巨像，那片大地。起源自点和点之间互相碰撞的回响，一切都被置换为无有有，被侵蚀刻于岩石之记忆。呵，进来，鲜血、嫩草与天空，以及拥有特殊能力、能操作以光交质而成雕像的使者。据说在那个世界，若是希望，甚至连死亡啊，王者的灵魂都能挽回。哦，原来他是王者的灵魂。哦，原来那个女的已经往生了啊。为了挽回她的灵魂，拯救这个女孩子，我们要去靠巨像。啊，是 SOP 流程。Beautiful。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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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赞了太赞了！
所以我到现在不能动嘛，已经过十分钟了，我还不能动嘛。第一只巨象应该非常的 easy 啦。啊，这些我忘记是什么，黑黑乌漆嘛黑的一团。不是吧？这游戏不是没敌人吗？怎么会有敌人出现呢？还是我记错了？烤死他们！哇，我的剑好帅啊！战斗模式开启。哦，天地万物听我命令。哦，我那个剑会发光哎、欸。原来我这把剑可以驱散他们的邪气。哦，打雷了，打雷了！上帝看到了，你就是天选之人。往昔之剑啊！这上帝是双性人吧？一下男，一下女。在那里的是人类吗？我是人类，我是台湾人，我骄傲。多尔敏，多尔敏，在大地尽头的此处，连王者灵魂都能自由操控的使者。哦，阿尔敏是，莫着急，我的确是多尔敏。你跟阿尔敏是不是同类啊？哎、欸，我的那个斗篷飞走了。哎、欸，还来啊，那很贵啊。啊，生来受到诅咒，成了祭品。用我的力，用您的力量换回他失去的灵魂。哦，所以他不是出意外死亡的，他是受诅咒。有了。这不是人间的法则吗？你闭嘴，把我复活就对啦！我是男主角，不能我封片哦。好、哦，这些封片的不玩了。不过你有那一把剑，也并非毫无希望。哦，南罗拉，哪一国语言啊？感觉把灵魂卖给路西法的感觉，我觉得啊。那是给啊。这个回音有点让我感到烦躁。对啊，这些雕像全部破坏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凡人之力啊，不是获得凡人之力啊，就能救了这少女。有被占了他？应该存在着那些偶像成对的巨像。好，你可以讲快一点吗？我们一集要拍很久哎、欸。你若是去讨伐并打倒那些巨像，好，快点，快点 ，quickly。前面这几尊就是偶像啊，啊，呕吐的对象。你可能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早有觉悟了，为了可以跟他，所以我愿意牺牲，开始了讨伐巨象之旅。哇，好美啊！我天哪、啊，我们居然花了15分钟在搞这个东西。这个序章很长哦。哎呦嘞。可笑死。
抱歉，我没办法认真，因为那回音真的太好笑了。可以让我动了吧？我整整待了15分钟，你不让我动。其实是可以跳过场动画的、啊。哦耶！哦，好流畅哦！哦耶！林北终于可以动啦！哦哦耶！哦耶！我还可以滑步！哦哦哦哦哦，很强很强很强！滑步之力！哦耶！哦耶！哦耶！看我快速翻转！好了，不玩了。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女孩子阿斯。然后我们要怎么叫阿古罗？哎呦，这个翻滚也太快了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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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开心啊！我终于可以动啦，耶！其实我现在是在线上祭品，他的动作也太敏捷了吧！嘿嘿嘿嘿，喂，啊，然后这个剑举起来呢，是要找巨像的方位啊。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举起来，就大概知道巨像的位置在哪里了。啊，如果往这边分叉，代表巨像不在那里。啊，这边这就是我们要走的位置了。啊，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功能了、啊。R2是蹲下，按住 R2 是走路变慢。啊，我们要怎么叫我们那匹马过来帮忙？我们的马去哪里了？啊，算了，走这里好了。耶、yeah! ！新大陆，太棒了，太棒了！我、哦、怎么把刀收起来？阿古罗，哦，阿古罗是马啦，我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阿古罗，阿古罗，我记得这只马以前我在玩的时候曾经害了我不少次啊，我被害得很惨，你知道吗？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啊！哎、欸，不要乱动。这里，哦，按三角形，哦，就跟食人军一样啊。我觉得他比食人军还靠北、欸，因为他会害我掉下去。算了，不管了。等一下，哦，用这个笔就好了。马会自己跑啊，所以说我直接这样对就好了。哎、欸，不对，按三角形。三角形马会加速，搭在这个位置，太棒了！来吧，宝贝，这边可以看地图，哇，地图长这个样子啊、哦！左边2、4、6、8、10、12、14、16，有这么多只巨象吗？有这么多吗？我看风景有没有 ？So beautiful！ Yeah！我看一下是哪里啊？哇，歪掉了！这个马儿不好操作啊！我觉得我还自己跑还比较快的感觉、欸。快点啦，小笨马！你没有被天蚕脚打过是不是？来，走这边。我们第一只巨象应该就在这个地方了，剩下的靠我自己攀爬了。喂嘿！哎呦！噔噔，第一只巨象出来了，有吗？没有，剩下靠我自己了。按住 R2 可以抓起来，哦，放开就掉下来。好的，然后右下角是气粒子，气粒子没就摔下来了。它这个还有气粒子哦。我记得玩到后面好像气力值可以多一格的样子吧？哇，这边怎么办？总不可能叫我抓石头吧？哎呦，差点掉下去！这里。我要 R2 有点不习惯了。没关系，我们冲吧！喂！这个暗圈可以闪避翻滚哦，翻滚可以过石头，没关系，总会习惯的。啊，人不过如此嘛，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这个我会，
有玩过秘境探险的人都知道这怎么玩的哈。好，反跳反跳。喂嘿，有没有？我是不是很厉害啊？哎呦哎呦，出来了出来了！放开放放开叉叉即可跳。哎、欸，巨象第一次出现了，哇！哈哈哈哈，第一只巨象这么的大只，我跟你讲，这个游戏经典就是因为这样，而且后面的巨象更大，大概 一座山这么大吧。然后你要打倒它，怎样？哦，可以切换武器哦。哦，按住 L2 可以切换巨象视角，哦，这样可以。哇，我要怎么上去？这是重点。我要不想理我。来啦，理一下啦，拜托，求你了。上面那是巨象的血吗？我好像有射到他哦。哦，他起生理反应了。救命！阿古罗，阿古罗，你在那里啊 ？Oh my god！ 他看见我了，这家伙看见我了，怎么办？我忘记这只要怎么打了。没意外，应该是爬上去跳到他的背上吧？游戏都不是都这样吗？来来来来，不要，哥哥。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里会发光？这是干嘛？哎、欸，有人可以告诉我这干嘛的吗？哦，按 R2 会捡起来。哇！尚方宝剑。嘟嘟嘟嘟嘟，感觉那好像是什么彩蛋之类的啊。完蛋了，完蛋了，这怎么打？啊，我知道了，只要它有毛的地方都可以爬啦。我们可以强制跑到它的脚上面。我想起来了，有没有？这里有毛，有没有？不要被它弄到脚。然后阿古罗耍霸气，啊，这是它的弱点，它的要害在这里。哎哎哎哎哎哎 ！Oh my god！ 我要插死你！哎呀！哦，有了有了！哦耶！我的体力快没了，下去，造成极大损伤。给我跪下！继续爬，继续爬。完了，我还没体力了，快点撑着点！我要爬到了后面，快点快快快！我体力剩没了，快没了！有了有了有了！哦，好，上来上来了。哎呦，刚进有插到他哦，还要恢复一下体力继续哈，这次算简单的啊。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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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休息，你这个平台专门是给我来为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的血好多、哦，他的弱点有一个应该在头部吧，我记得。让我插！哇，这个伤害好高！去死吧！最后一下！最后，再见 ！Yes， 大成功！流浪者之谷 ，Oh yeah， 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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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消失了。哦，我被灵魂吞噬了。啊啊，舒服。哇，然后就被传走了，这样子，每打死一只巨象，我都会被吞噬一次，然后被带回原本的神殿中间，然后要我再重新探索一次，打倒新的巨象。这游戏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
赞不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这个多尔明又要跟我讲话是吧？一个人看着我。啊！醒来了，醒来了。继续我们的新的旅程，这个就是汪达与迹象。究竟我们的男主能不能一一击破任何巨象，拯救我们的少女呢？亦或是最终被邪恶的灵魂侵蚀，导致无法再度变回原本的模样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嘣！这个巨象爆了。呜呼，死狗一呢，爆了一个！哇，如果这速度这么快的话，我们搞不好一天两只巨象也不是问题啊，是不是？赞赞的。好，我们这个老大要讲话了。下个对手，在海边的洞穴，行动迟钝的巨象。鼓起勇气击倒他。好的，我会的。祝我顺利。结束了。Oh yeah！ 太赞了。Oh yeah！ 我们又回来了。好啦，我们今天差不多序章试完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哈。这款游戏你们觉得不错吧？个人觉得蛮赞的。好吧，那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一个订阅，右下角一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奥托，我们下一集汪达与巨象再见了，拜拜。